省综治委和省委创新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今天在泰州召开全省社会管理创新先锋行动推进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晓敏出席会议并讲话。去年九月，省综治委省创新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在全省部署开展了社会管理创新先锋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基层党组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广大党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积极性明显提高，有力推动了党建创新工程和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各项任务的落实。李晓敏说，社会管理创新先锋行动是实施党建工作创新工程和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的重要载体，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行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认真抓好社会管理组织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平安创建、惠民利民工作，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社会管理中的带头作用，引导每位党员努力当好社会管理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治安防范的安全员、重点群体的服务员，要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通过发现、培育、推广典型，带动和促进整体工作的开展。要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创新对党建工作的促进作用，以活动的新成效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和党建工作创新再上台阶。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泰州市城东街道政法综治中心、莲花社区等社会管理创新先锋行动现场。泰州市综治委、盐城市委组织部、扬中市委分别在会上发言。